生日快乐，猪妈妈。佩奇和乔治给妈妈做了一张生日贺卡。生日快乐，妈妈。哦，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生日惊喜。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哦，请享受你的生日早餐，慢慢吃哦。好吃。快，我们要把所有东西准备好。猪爸爸给猪妈妈做了一个生日蛋糕。我们先要把蜡烛插上。一、二，我来喽。猪妈妈吃完了她的生日早餐。妈妈来了。哦，不行，我们还没准备好。啊，是谁呀？我是妈妈，能进来吗？不行，不能进来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呀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不能进来。好吧。猪妈妈，去客厅里面休息一下怎么样？听起来不错哦。今天是你的生日吗？好了，佩奇，我想我知道客厅在哪里。这里有好看的杂志。谢谢你，佩奇。这里还有好听的音乐。谢谢你，佩奇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